经济大事如何看得清清楚楚？专业财经如何说得明明白白？最权威的评论员，最多元的智慧激荡。新闻热点难点，我们只说最关键的。财经大事，且看央视如何评说。各位晚上好，这里是央视财经评论，欢迎您的关注，我是沈竹。国内呢限购限贷，海外置业最近成为了投资的新宠。今天继续我们的系列节目，今天我们的目光投向澳大利亚。土地房产私有，永久产权，外国人可以贷款，近30年来每年平均增长7%，公寓的租金年回报率7%，别墅则是5%。听了这些数字，我不知道您是不是会动心，会不会想要去澳大利亚投资房产？在澳大利亚投资买房真的如此美妙吗？其中有什么样的风险呢？我们来欢迎老马马光远和张红。在节目一开头，我们先把目光投向火爆的澳大利亚房地产现状。2013年对于投身房地产行业不久的齐越来说，无疑是赶上了一个好年头。公司在澳大利亚开发的2处楼盘，一处上半年竣工交付，一处下半年刚刚施工，但现在都已经卖完清盘。去年其实我们2个楼盘嘛，第一个楼盘就是在悉尼西部的，差不多我们82套房子呢，就是全部都销售空了，就是而且呢大家也都入住了。那么在新开盘的这个波物项目的210套房子呢，实际上呢我们也是在差不多1个月之内就全部都售空了。新房如此，二手房拍卖会市场同样火爆。拍卖价远高于房主预期的新闻屡屡发生，有的房子甚至拍出了银行估价的2倍以上。据澳大利亚房地产研究机构统计，2013年悉尼房价上涨了14.5%，如果加上租金收益，前年的房产增值在20%左右，这使得悉尼的平均房价已经超过了65.5万澳元，约合354万人民币，高居世界最贵房价榜单。尽管如此，悉尼房地产界和市场分析机构都认为2014年房价还将上涨。我觉得2014年的房价呢还会再增长在2位数以上，2位数字的这种情况，15%-20%之间。据记者了解，2013年澳大利亚来自中国的房产投资已经排在3位，仅低于美国和新加坡两地。美国和新加坡的投资主要是基金公司和房产企业投入房地产开发，而中国的投资则是更多的来自个人和家庭，投资方式也更集中在直接购买新房上。原来呢，好多人喜欢在外面买房子，海外买房子，觉得买房就能移民了。现在小片子里梳理完了之后啊，我得出来一个结论，就是买房跟移民基本没什么关系。澳大利亚起码是这样，是吧？起码澳大利亚是这样的。那为什么还有这么多的海外的投资者蜂拥进了澳大利亚这个市场呢？澳大利亚是因为这个吸引的土豪太多，他自己本身现这2年也产生土豪特别多。我看到一个新的数据，就是2013年的时候，他们的商业地产交易额又创新高，然后增幅达到了70%。Wow， 本地的机构投资，本地土豪，的投资额增幅60%多，就是本地土豪也很多。然后呢，它现在呢又形成了种种洼地啊，这个洼地不是价格的洼地，是比如说它的这个汇率在往下走，然后呢它的这个利率，这个就是宽松政那个货币政策，然后呢还有呢就是它移民，这最近几年啊，澳大利亚的移民政策开始放松，就是移民也开始进去了，所以不是说你买房就有移民资格了。而是他放松了这个移民资格以后呢，你去了以后呢，买房的人就开始多了，尤其是这移民当中可能有很多也是土豪。好多人说呢，买房虽然不等于移民，但是你买了房之后呢，我将来获得永久居留权的这个权重又多了一块，可能更容易移民了，这是不是也是大家投资的一个原因，还是赚短期效益？对，事实上澳大利亚这几年因为我们知道它的一个这个主要的一个支柱产业这个矿产资源，对，这几年随着这个全球经济处在一个低谷，应该说对它的影响非常大，所以这几年经济的这种不是很景气，导致什么呢？它在整个货币政策上它放得比较松，而且更主要的是什么呢？它也希望通过房地产来拉动经济，所以这几年事实上在发达经济体里边，澳大利亚的整体的房价
相对比较平稳，平稳的基础上一直是向上，平稳上涨啊，而且是什么呢？这个没有经历一个大的调整。事实上，因为所有国家的房地产市场都有一个特点，就是当你利息比较低，这个货币政策比较宽松的情况下，那么不动产本身它是一个投资保值的一个首选。那么再加上比如说它这个如果把它作为一个刺激经济的政策的话，那么这个效果会更加明显。我们现在看到整个澳大利亚的这个汇率应该说在走低，这当然对整个澳大利亚的房地产来讲，大家又会看到就是说这种走低本身事实上意味着房价还会往上走，所以我们看到事实上你比如说美国，房地产它是一个支柱产业，那么欧洲一些国家也是支柱产业，但是像澳大利亚这样所经历一个大的这个金融风暴以后，仍然保持房价很明显的往上涨，在发达经济体里边都是比较少的。我想跟主要的这个海外投资啊这个热潮应该说有很大的一个关系。那比如说我是外国人哈，你们当然对澳大利亚来说也是外国人，就是他对外国人没有限制，这是我今天明白的一个道理，就是你不管是哪国人都能有资格在那儿买房，而且呢，但是有一个区别，就是他买房的类型可能贷款的比例都会不一样，对，具体的给大家只能买一手房，知道，只能就是你如果不是澳大利亚人，那你在当地只能买一手房，那一手房里边呢，可以有50%的卖给这个外来投资者。所以其实比例已经相当大了。然后呢，你外来的投资者呢，在本地，能贷款，居然也能贷款。哦，居然也能贷款，贷款利率还很低，就是。对，他也有他手套也有补贴，而且他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手套有补贴。对对，就是他是当地居民，对当地居民的手套有补贴。然后他的特别有意思的就是他在还款上和很多国家不一样，就是还款，咱们也是本息一起还嘛。对，对，它你可以在比如说五年之内啊，或者你可以选择啊几年之内，然后呢，它有一定期限的，你只还息，不还本儿。所以这诞生了一个什么呢？我就查那个澳大利亚的中介，很多中介的这个网站啊，你会发现有一个叫以房养学。哦，是以房养学，对，就是很多人不到澳大利亚去留学去了嘛，咱们身边可能也有亲戚朋友的孩子去澳大利亚去留学，留学呢，然后这中介就发明一个说，你看房子可以只还利息哦，这几年，只还利息成本不高吧，而且房子又能出租出去，又能赚点租金吧，哎，等你学上完了以后，哎，你一算，好像自己上了几年学还赚了点儿。对，对于看重他们教育的，可能是一个可以利用的价值哈，自己买房的热潮。其实货币因素也挺重要的，既然海外投资者那么热捧它，然后澳币又在贬值的情况下，那是不是货币因素是主推它？其实主要看这个预期怎么样，就是比如说，未来2014年，那么整个澳大利亚的经济形势如果不错啊，比如说现在我们看到美国。美国应该说整体经济形势不错，那到澳大利亚这一块我们来看的话，整个发达经济体在2014年未来的预期出现了明显的一个分化，美国比较确定，那么欧洲能不能把这个底儿兜住往上走，现在还不好说，澳大利亚呢整体来看的话不好不会，也就是说既有悲观的因素啊，同时也认为要是这个经济会也会不到什么地方去，所以大家认为未来整个澳大利亚的货币政策变化的可能性不大，甚至还有可能在降息，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说在整个发达经济体的这个货币政策包括未来的经济走势发生分化的情况下，那么大家的海外投资也开始出现分化，你比如说以前我们可能美国这个房价很低，我们到那个地方去，但是如果说整个美国的经济形势很好，那么现在好像美国有些房子已经超过了危机以前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货币政策可能成为大家的一个决定是不是到这个国家去投资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房价反过来其实也某种程度上现在已经开始影响澳大利亚的可能货币政策，比如说他们在讨论需不需要再降息的时候，可能会考虑哎，房价现在已经涨得挺厉害的了，是不是需要调控了？对，然后调控，然后你看也会有本地的，你看本地的这个一些地产商们，他们的担心恰恰是刚才老马说的，就是未来如果美国经济复苏了，这些投资客们就跑到美国去了，那我们这个房地产市场是不是又不保了？所以他们有这种担心。对，其实对那个市场我们相对比较陌生啊，所以两位通过你们的研究给我们分析分析，比如说去澳大利亚买房子，它城中心的这个位置比较好的回报率和城郊区的回报率的一些个差别，包括海外很多人喜欢住别墅，对，那他们的公寓的投资价值和别墅的投资价值，今天看来是什么样的利弊？这个其实和咱们是差不多的，就是公寓的，你现在北京你要是买那个大的 townhouse， 买起来总价你算上去好像
按平米算哈，好像不是特别贵，嗯，哎，挺值的，嗯，但是未来你的出租和出售都会有问题，很麻烦，对，都会很麻烦，所以你的公寓，然后你在市中心，这个地方又是 CBD， 哎，那你就相对来说就好，好出租，好卖一些，嗯，所以呢，就是说它公寓房就会相对来说它会贵一点，单价会贵一点，嗯，但是呢，它有一个不同，就是它那土地是私有的，嗯，所以如果你买了一个别墅的话。你将拥有，这也是很多中介这个吸引这个海外投资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说如果你买了这个土地的话，那土地可就归你了，当然也都是什么没有70年产权啊什么这种，你知道，但是呢它这里边就是，如果你要是看中，更看中那个一纸土地契约，嗯，那你就买那别墅。对，你看中介在就吸引大家眼球的时候还老利用一些个数字来吸引，有的中介说，哎，这个每年上涨7%，这个数字的回报率应该是超过了我们银行储蓄的啊。对，我们现在这种是真实的吗？可信吗？现在我们谈这个澳大利亚房产，我觉得大家最值得向大家提醒的是什么呢？澳大利亚也分一线城市、二线城市，也就是我们现在谈到的这些所谓的涨得很好的这些房价，主要在悉尼这些城市，啊，这大城市，而不是说所有的房地产都很怎么样。我们现在因为澳大利亚最主要的它还是人少，嗯，你到一些城市去以后非常漂亮，非常美丽的城市，但人不多，嗯，那个地方我看了一个房地产评论，好像那个语调也特别像中国房地产评论，就是一线城市现在涨幅多少了，对，然后呢二三线城市现在正在跟上，哈，因为整个澳大利亚整体无论是房地产中介还是房地产的统计，嗯，整个的基础制度建设非常好，也就是说比如说谈到房产的话，我们可能说的不是说悉尼的房产，嗯，而是应该更具体到悉尼哪个地方，甚至哪一个房子的价值怎么样，嗯，它是这样，所以我们现在看到7%，嗯，应该说我觉得这个针对性就很强，嗯，对，并不是说所有的，对，你也不知道是哪儿涨百分之，包括郊区，比如说你每天坐火车上班，嗯，那个很远的地方房价跟悉尼市内的房价真的没法比。但是呢，其实它吸引人的呢，不光是这些，不光是这个靠利率啊等等这些东西，它其实还有一些，比如说它和其他的发达国家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不同，这是我们现在说要和那些发达国家接轨的一个东西，就是房产税，就是它持有环节是没有房产税的。啊，这也是一个很诱人的。对，当然，你比如说以房养学，你看，就是说，你看你上学，学生你没钱，那个在持有环节这个有这个这么大的负担吗？嗯，但是我们澳大利亚。哎，没有房产税，持有环节不用付。你说没有税我知道，但是我看到有一系列的费。对，它的维修啊、物业费啊等等，这些你要承担。但是那个持有成本、隐性成本，持有成本不是特别高。还有一个就是，还有一个中国人可能特别看重的一点，就是澳大利亚没有遗产税。这也很诱人啊，对于有些富人来说确实是很有吸引力。对，但是你看这个费用哈，啊，我问问老马，比如说什么房屋结构检查费，什么市容建设费，有很多隐性成本我们现在不太了解，对，有没有什么陷阱？事实这样的，我们因为这个，我们有时候买房子因为国内有很多陷阱，所以我们每个人赶合同都研究得特别透，而且会跟一个专家。但事实上因为澳大利亚整个房地产这个市场它很规范，嗯，也就是每一个环节它都有非常专业的中介机构，对，来帮你做。刚才张红讲的，比如说房产税的问题，嗯，遗产税的问题等等，事实上在很多国家来讲真的影响整个房地产的市场，因为意味着你比如说在英国那个遗产税可能最后能达到40%，也就是你到最后愣的时候，这个房子如果是有遗产的话，40%又归政府了，那么他这个没有。所以我觉得了解一些常识，多做功课，但是我觉得有些说我们担心上当受骗，我觉得这个倒他们有，还是你俩做了功课之后也动心了吧，他们还是有比较成熟的这个法律保障的，包括如果你做了房东以后，你把房子出租出去，他也有相关的对你出租房屋的一些法律的这个保障。对，其实随着澳币的贬值，还有他们一个低利率的一个政策，还有就是我们看到在世界房地产的这样一个市场当中啊，它属于一个洼地哈，也吸引了大量的投资者，并且澳大利亚呢是一直以宜居著称，看每年有20万的海外人士涌进澳大利亚，那也助推了它的房地产市场的持续火爆。那其中真的就没有风险了吗？我们真的就可以非常坦荡荡的去那儿投资了吗？稍事休息，继续回来。
回到我们今晚的央视财经评论，我们关注的是海外的房地产市场。今天我们来关注的是澳大利亚。澳大利亚呢是一个移民国家，所以呢持续的移民也是助长了它的房地产市场的一个持续的火爆。但是呢，我们买了房不等于移民了，住不了，能不能租出去就成为了投资它值不值的一个重要的关键因素。那租房市场在澳大利亚到底如何呢？我们看看。鲁道夫和丽塔是一对普通的澳大利亚夫妇。鲁道夫在悉尼市中心的金融机构上班，夫妻俩已经买了两套公寓，可是他们住得并不满意。他们的梦想是住上悉尼海边的独栋大房子，不过这些年房价飞涨，在悉尼买别墅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已经越来越不现实，他们只好选择租别墅。 The last offer for us is close to the beach, close to the city and close to work, so that's the good thing about this houseAnd this area. So that'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s that we're looking for. And also, in not only just proximity, you know, the house will allow us, because we have big families. Oh, yeah. It allows us to entertain. That's a big part of wanting to get a house, because we can have them all over, entertaining lunches, dinners, that type of thing, which we can't really do in our apartment now. 鲁道夫看上的这套别墅有四个房间，两个卫生间。如果买的话要3-500万澳元，约合2-3千万人民币，如果租住每周的租金不到1000澳元，相当于换成一个月的租金是4000澳元左右，约合23000元人民币。悉尼是世界上生活成本最高的城市之一，住房成本是悉尼家庭最大的经济负担。据统计，悉尼中等家庭的年平均收入在9万澳元，约合50万人民币左右，但住房支出几乎要占到家庭收入的三分之一。而随着悉尼人口的增加，房租攀升的速度已经远超过收入的增长。Supply and demand cause everything. Sydney prices, rental and sale prices tend to double on average every 10 years. So on average, on a quiet year, 5%. On a very strong year, 10-12% growth.当前澳元对美元汇率为1:0.85，从去年4月份到现在已经下跌了15%左右。同时，现在澳大利亚联邶储备银行的基准利率为2.5%，是1959年以来的最低点。低汇率和低利率不仅推动了大量国内投资进入房地产，也在吸引庞大的海外投资者蜂拥而入。据澳大利亚统计局数据，2011年至2012年度。房地产已经超越矿业，成为澳洲政府批准的最大海外投资项目，约占整个海外投资的35%。预计未来这个数据还将提高。这个租金回报率啊，我们看到了啊，非常的明确，公寓是7%，别墅5%。这两个租金他们的算法，我也不太清楚哈，也不知道是哪片区域的。对，两位今天通过调查研究有没有一个什么结论？我觉得好的，你如果找了好的这个中介，包括这种投资中介哈，做了很好的这种法律安排的话，我觉得基本上他们能承诺的这个投资回报率还是可以的，起码承诺的就是他保证你能租出去吗？他保证承诺给你回报，然后他负责把那个出租出去，即使出租不出去，他也会给你这个固定的回报。对对对，他是这样，那就说明基本上我们说明他在市中心一些比较好的地方，包括澳大利亚也有学区房，也有很多移民。你刚才说移民国家，移民国家意味着他比加拿大好在哪儿呢？你知道吗？就是比加拿大好在加拿大去到那儿求学的年轻人没有那么多，但是去澳大利亚求学的年轻人特别多，年轻人也助推了这个租房的这个需求。所以他的房子，如果你买了一个好的一个小户型的话，房子相对来说出租呢，还是相对来说没那么难。但是有一点要提醒大家的是，就是并不是，因为我们也说了，这个最近三十年平均这个房价增长了7%啊，等等。但是它是有周期的，就大概它的周期在7-12年一个上涨周期。04年以后，其实经过了一轮下跌。所以一些地产商呢，包括一些中介呢，会告诉你说现在正是新的一轮的上涨的开始，你知道吗？我怎么今儿越看你越像中介？对，因为我也是被他们忽悠嘛。但是你要小心，就是对房价的走势这个事情，其实没有人看得准的。对，包括那些专业的中介。那我就想问问两位了，就是你比如说在那投资了，然后再租给本地人还是外地人，你针对的整个的一个投资方向，这个目标是什么？它肯定没有区别，而且是四十场在澳大利亚热点城市的热点房，租金非常高，一个月比如说你租一个很小的房子，
每个月租金可能2000-3000澳元，那等于说你的收入是4000-5000的话，你的一大半都拿去租房子了，而且它都是每平米10000多人民币，是这样的。对，就是整个租金很高，所以很多人因为租金高嘛，所以会就是很主动的，如果这个金融政策比较不错的话，那么他会去选择买房子。那而且这几年应该说这个外地移民比较多的话，他整个租金的收益率本身比美国要高，所以我觉得这个当然要看到房地产的周期，因为刚才张红讲了。这个周期现在已经算下来已经在一个时间点上，那么如果说明年整体经济，比如说这个中国经济，当然我们知道2014年我们确定的目标是要放弃这种没有效益没有质量的增长速度，但是中国经济对澳大利亚的经济影响非常大，对，也就是如果我们速度保持平稳的话，澳大利亚的铁矿石那么需求不会太高，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想这个低的货币政策可能还会持续。那如果说它的大宗商品本身再出现下一轮的下探的话，还可能有降息的可能。那么如果降息的话，可能更会吸引新一轮的一个投资。但是这也意味着风险的逐渐到来。所以我觉得我们的澳大利亚如果说去买房的话，一方面当然要学好算各种账，那么同时对未来整个经济房地产的大周期，应该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判断。当所有人到那个地方去买房的时候，这个一般意味着风险就会到来。我一直有一个很基础性的疑问啊，就澳大利亚它没这么多人，地广人稀的哈，哪怕有20万移民，它也撑不起来那么大的一个租房市场，就真的房子能租出去吗？对，你说它是一个移民国家，移民国家是它的生活方式就是移民心态。就是他可能很可能去买个游轮到处划着玩，但是他不买房，所以他本地的这些人也都是移民心态出来的，他的大多数人也都是靠租房，可能租一辈子。说这个话题的时候，我很有感触啊，说明我们现在中国投资者的视野是越来越国际化了。那今天呢，我们可能在澳大利亚这个市场当中看到了很多人因为教育，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去看重这样一个房地产投资市场，而其中呢，我们可能知道的风险只是冰山的一角哈，那需要更多的了解，还有更多的当地的一些文化和常识，可能才会支撑起我们这样越来越大的一个澳大利亚房地产投资市场。那最后呢，我们也听听大家的意见。